校长，我们查到你们学校有孩子买了枪。买枪怎么了？没给钱吗？不是没给钱，他买的不是玩具枪，是管制枪支。哦，难道有人买了仿真枪？他买的枪比仿真枪还厉害一点，已经被列为真枪的范围了。哦，这真枪？不会吧？会的，我们已经抓到违法卖枪的人了，是他说的。这个事情很严重，要尽快找到这个学生。好的，郭小豆，我们学校有学生在玩具店买了管制枪支，我们要协助警察同志找出这个学生呀。买枪支？我们学校有人买军火？这么劲爆？没军火那么严重，是超标的仿真枪，这种打 BB 弹的枪也是有杀伤力的，所以要尽快找到。原来是打塑料球的那种枪，吓我一跳。那卖枪的老板有没有说卖给谁了呀？是9天前买的，玩具店的监控只能存1个星期，所以监控也查不到。他只说是穿我们学校校服的学生。啊，我们学校这么多同学怎么找呀？这个枪有点贵，那个同学钱不够，把手机压在玩具店了，说是10天之后去拿钱换手机。10天之后，那不就是明天？我们守在玩具店等不就行了吗？嗯，可以。而且他的手机上面的屏保是他小时候的照片，你们认识吗？看着有点眼熟呀，这个孩子和你有点像，不会是你吧？校长，我虽然也喜欢枪，但是我可不会花那么多钱买枪，而且我也知道有些枪小孩子是不能玩的，我怎么可能知法犯法呢？那就好，为了大家的安全，你们尽快找出这个同学吧。好的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刘助理，别害怕，自然点，那个 BB 弹的枪没那么可怕，你保护好眼睛就可以了。眼睛？哎，刘助理，我们等的是小学生，又不是抢劫犯，放松一点儿。我才不害怕，我怎么可能害怕一个小学生？是大嘴，等一下，再看看。我还以为是大嘴呢，吓死我了。李嘟嘟，哎，李嘟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我没干什么，没干什么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哎，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李嘟嘟怎么跑得那么快，一下就没影了？都怪大嘴，我可啥都没干呀！你们抓李嘟嘟干嘛？难道他偷玩具了？他干的可是大事儿！哎，警察叔叔也在呀！我一直在附近埋伏呢，总算是抓住他了。警察叔叔，你们抓我干嘛？我没干坏事啊！没干坏事，你跑什么？我就是怕别人知道我欠钱买玩具，好丢人呀！你买的那个是玩具吗？你买的是武器呀？啊，这是啥武器？这不就是打水弹的玩具枪吗？这个好像确实是打水弹的枪。老板，你不是说你卖了一个以气压为动力的枪口比动能大于1.8焦耳每平方厘米的枪吗？啊，那是我记错了，那这个不是违禁枪，是仿真枪，那我是不是就没犯法了？从你店里搜出6把超过规定的枪支，非法买卖枪支，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啊，这么严重？我只是个卖玩具的，怎么就坐牢了呀？哦，我说这枪怎么这么贵，要800块，我买回去越想越气，今天是来退枪的，那这个枪到底是多少钱呀？水弹枪是200块。哦，我给了你200，刚刚好，还我手机。李嘟嘟，这个枪估计你拿不走。为什么？这种水弹枪枪口的比动能超过了0.16焦耳每平方厘米，而且外形太逼真，这是仿真枪，不是玩具枪，买这个也是犯法的。啊，我犯法了？我只是觉得这个枪好酷好逼真，我就买了。是的，所以小伙伴们买玩具枪的时候一定要慎重，别一不小心就违法了哟。